这起这名叫老郭有新番，刚才看我还纳闷，我以为老郭有新番薯，我以为是卖地瓜的赞助了呢。站在这个场合我特别的开心，因为真想说书一定就是这么百十来人，可唯独这样我也能看见你们哦。这个好看，这仨人好难看啊。听相声外行听郭德纲啊，内行哪有内行啊，杀伤力不强，侮辱性极强，出场一次呢还没名字，可能作者觉得给他写个名字也犯不上，叫什么都行，叫王海、于谦，这都不重要。这个在跟于老师合作之前也有过几个搭档，但是于老师是绝对在我身边站得最踏实的人，这个老艺人他不吃亏，你说他一句啊他得说你好几句，但于老师没有，你说他五六句之后他才能听明白头一句。是，我叫郭德纲，这是我的伙伴，跟我在一起合作有个十几年了，是发自肺腑的感谢于老师。您又客气，要是没有于谦呢，我早就红了。这个再来一个定场诗是吗？从专业上来说按说是不允许的，你们能不能不跟别人说呢？我也能不说，开心不开心啊？打这起，就把燕窝的身份抬上去。您也奇了怪，小燕儿吐点唾沫，你就挺爱；猪跟这儿吐唾沫，你们就不要。啊，来个猪窝，大伙儿受不了。我印象很深，到他那村拍戏，哎呦，那个村啊，满村都是那个枣树，枣树特别好，那个枣熟了没人摘，掉的地上都是，你就走吧，随便踩，遍地的枣，啊。印象很深啊，我那站着人，村长来了，我给您照相。好家伙，带了好多人跟我照相，他们家亲戚，照吧，人家是挺客气的。照完相之后，村长打开手啊，手里边拿着这么一捧红枣，也没有什么照顾您的啊，尝尝我们这儿的特产吧啊。我赶紧客气，哟，谢谢谢谢，我不要不要，地上有啊。